早安，等一下，我应该，我觉得我要先，我要严正声明，大家早安。我觉得等一下一定会有人问，所以我要先严正声明。我要先把窗户关起来，等一下。还没吃早餐呢，要吃什么？这里有什么可以吃的？看一下。燕麦棒，来吃一根燕麦棒好了。不是，是因为昨天我在直播前洗过了，是这样子。在直播前洗过了好吗？我们来吃一下燕麦棒。我们今天台罗，我们要进入音调了，也是非常快呢，好像蛮快的哦。充一下电，音调很难呢，音调真的是一个蛮难的东西，因为台语有八个音调。早安，先来闲聊一下，吃个早餐。我觉得再加三个字哦。这样，他现在走是不是那么快？等我一下。早安，大家。想睡觉，真的是。狗是开到三点，太扯了吧，好猛哦！那狗叔也是蛮厉害的，我们今天有这个，你可以来讲解音调。口述几点开啊？你们跟到三点，好扯哦！是有什么问题？早安大家。
3点真的很猛哎、欸，你们好厉害哦！时间会给你答案，好的，好的。好扯哦，你们是不用上班吗？对，所以才在那边看直播是吗？你们不用上班哦。我们刚来播一下歌，早上洗脑的歌，看一下有什么洗脑的歌。应该播什么啊？我想一下，洗脑的歌，那种摇滚，摇滚音乐怎么样？摇滚，接 Pat 的 Love 跟 Gemini 的我来签到，跟飞宝的幸运四叶草，重低音。重低音。今晚我想来点胖老爹的炸鸡全家餐配波霸薯条。哎，我没有，我有吃过胖老爹吗？没有。请问要怎么？嘿。哎，他没有办法。他昨天可以的，啊，那么难，欧巴钢男丝带，那是什么？他不能耶，他不能一直维持音乐，可恶，不听了啦，不听了，生气。好燕麦哦，他加酒精哎，为什么？感觉很有防疫的感觉。哦，是香草精，香草精里面有加酒精。哎、欸，不用，可以不用化妆哎、欸，然后就用这个特效。好像很不错哎、欸。就以后都开直播就不用化妆了。嘻哈吧，可以吧？以后就不用化妆了。我觉得我们要来解释一下第八调。第八调，第八调是最难的、最复杂的一个调，因为每个人的第八调都不一样。
比如说快乐，快乐的台语大家怎么念？我念快乐，快乐，快乐，都有。快乐，就是每个人是轻音，轻音，但是每个人的音高会不太一样。雨和眼泪，你可以去那个看回放。等一下、哦。比如说，等一下哦，是这个吗？这个，他讲，伟大了，他讲伟大了，他讲了，可以吗？他讲了，他讲很高，他的了是很高的。它捞是很高的哦，它是很往上的，它是 with a lock， with a lock 这样子，非常的酷啊，非常酷啊，就是每个人的第八调其实不太一样。好啊，我们换一个特效。我们换个特效，这个好了。瓜婷仔早安，伟大喽，伟大喽，这个是我们的第八调。然后我来举一下例，等我一下。抱抱吧。错了，我的字还不错。没有，还有很多节课。是正的还反的？感觉是反的。好想睡哦，一起睡啊，跟大家一起睡啊，这样子。好黑哦，这是我们台语的八个音调。然后虽然台语有八个音调，但是其实第六调只剩下一些腔调还有。然后其实我们一般人是听不出第六调，所以第六调就先不要管它。就是第六调是一些人，一些很少，已经很少有人有第六调了。对，没错。所以大家就不用管第六调了。第六调跟第二调很像，但是有些人会听出来其实不一样，但是没有观念就会听不出来哪里不一样。没错，那这就是我们的八个 L。 这样我们的八个音调，然后下面有对应的字，如果你会台语，本身就会台语的话，就会比较好理解八个音调是怎样。像第一调是塞，就是我下面画的这个是对应的音，就是
看筛的话就是高频调就是长这样嘛，就是平平的高高的筛之类的，瓦沙，还有东边的东的那个东，然后第二个是往下，从高往下的后，筛后的那个后，还有金带。就是往下的那个音，真的蛮好理解的。对，还有，对，就是往下的一些音这样子。这是第二调，然后第三调是低的，在下面的低的，把这样，这是爆，爆的台语嘛，把，塞后把，它是低频率的把，然后第四调是比。比，塞后把比，它的第四调跟第八调一样是，轻音，就是等一下哦，第四调跟第八调只会有，有了，想什么写不上来，非常的困难呐、啊，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学会了。PTKH 没有，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问，我要先打，我自我说明，呵呵，自我说明一下。PTKH 第四调跟第八调只会是入声结尾，就是比较急促音。急促音的话，不是第四调就是第八调，然后第四调的话比第八调还要低，第四调是低一点的急促音。第八调是高一点的基础音，这样子。然后第五调是往上的高，猴子的那个高。第六调就不要管它，先念跟第二调一样的告，就是狗告。然后第七调是中平音，就是跟第一调一样是平的，但是是。第一调是高的，第七调是平的，但是第七调是啾，第一调是塞，第七是啾，有没有都是平的，但是呢，第一调跟第七调的不一样，就是一个是高频，一个是中频，一个是塞，一个是啾，啾，塞跟啾，一个是就是湿跟响。一个高一个低，就是不太一样。早安，谢谢刘建国枫叶。中平姓什么？王中平。好，谢谢，谢谢洛瑞一笑笑提供的笑话，非常的感谢。OK，很棒哦。然后 log 就是跟刚才讲的，就是每个人的第八调不太一样。但是通常会比第四调还要高，有人的第八调会跟第七调的高度是一样的，log，啾 log，有人会比象还要高 log，但是不管怎样就会比你第四调的这个级数音还高。然后呢，我们来念一下我们的口诀，就是塞后把比高高啾 log。这就是我们的八声调口诀，再次哦，塞后把鼻高高腔咯，我们可以来听首美妙的歌，找得到吗？我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到，等我一下。我们来听一首美妙的歌哦，由王，这是八声调童谣，
对，我现在礼拜二早上都在教台罗，因为我要期末作业。哦，跟他讲这首歌是王昭华老师唱的，大家知道王昭华老师是谁吗？就是那个大佛普拉斯，大家有看过大佛普拉斯吗？大佛普拉斯吧。问到大佛普拉斯的主题曲叫做《有无》，好像有入围，还是有得奖？有得奖吗？金马奖的歌曲吧，叫《有无》，就是他的主题曲。然后他就是作词的人，就是王昭华老师唱这首歌的人。他要把这个音调记在心里。咚咚咚咚，滚滚滚滚滚滚。很棒哦，那背下我的记哦，赞哦。对，就是拿过很多奖的那个大佛，顺便给大家听一下。给大家醒醒脑，虽然那首歌好像不会醒脑。其实我还没有看过耶，大佛普拉斯。你为什么？你听了《动物园八声调歌谣》，就是去记它的音调，滚滚滚，像赛后把比高高球落，这个口诀是给本来就会台语的人，就是哦，还有一个是沙地口垮，狼爱皮地，就是衣短裤长，人矮鼻直。有点强势吗？有点强。我也还没看懂人麦纳斯。我也没有看那个《亲爱的房客》，也没有看《鬼灭之刃》。刚才在讲什么？我们刚才讲什么？我忘记了。我们看哦，就是沙地口夸狼 A P D， 就是给会台语的人的口诀。然后像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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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妈妈妈妈这样的感觉，就是妈妈妈妈，就是同一个音，同一个音去记。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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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脑里应该要有那个旋律，一直回响在你的脑海中。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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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声有两种说法，其实不止两种，就是每个人的第八调其实都不太一样。像是你们的好吃，好吃，你们怎么讲？喝假，喝假，喝假，有人讲喝假，有人讲喝假，有人讲喝假，就是不太一样。我最近看了，老师给我们看了
复后七日，大家有看过复后七日吗？好像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电影。有酷哦，没有，可以看一下，是蛮好看的。那首诗太有印象了，完蛋，那首诗我有看过吗？突然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看过《复活七日》，完蛋，那首诗？早安，鼻子好痒哦。从昨天鼻子就开始很痒，可能我对这间房间有点过敏，对我姐的房间过敏。不是直播可以念出来那种哦，好好，我直接失忆耶。那我们再来听一次刚刚的那首歌。找回大家八声调的记忆。好，好过不爱公公吧，辛苦牛逼吧，逼。不错啊。用平安的白酒。会不会就听完整首歌，大家比较有印象是啦啦啦啦啦，就是你们声调会直接从耳朵过滤掉，你们只听到啦啦啦啦啦。酷哦。英英无代志，熬到像落就来练台语。早就来车步走。八比九九像落西雨哦，不是咚咚咚咚咚咚，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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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八比九啊，东西也翻倒 ，Oh my god！先不要哦。我扫一下底，饼干屑屑。扫个饼干屑屑，等我一下。OK 的 ，OK 的。早起的车本到，塞。吹秋碰塞塞，好，好个婆，好个婆，爱公公。我决定要擤鼻涕。我气质，气质已流出，不行啊，不行啊，过敏。
接下来我要来教大家，大家记起来吗？塞后把笔高高球咯，大家开始有这个旋律在脑海中，把它当成一首歌，塞后把笔啦啦啦啦啦，大家懂吗？啦啦啦啦，拜拜，开会愉快，开会愉快。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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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大家真的就只记这个？没有，你们要记塞后把笔高高举拢，好吗？你们要记起来哎！你们现在脑中就会塞后把笔高高举拢，塞后把，还是我念个十次，你们应该就记起来了。塞后把笔高高举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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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吧？相信大家，我相信大家会跟哎。我接下来要进到更困难的难题了，就是你们现在会这个八个音调，先有初步的理解之后，你们要初步的理解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学习要如何书写了。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算了，就直接用这个。哎呦，好粗，这个笔刷有点大，酷哦，怎么会这样？啦啦啦啦啦，塞，嘴手碰塞塞，哦。把笔高高秋 T-S-H-I-U-N-N 秋欸 IU 住在后面那个秋 LOG 好早安，我再注明显一点，等一下这个呢，就是一些标音调的方法，像是，什么，哈，哈哈哈的哈，其实第一调就跟注音符号的第一调很像，基本上是对应到的，都是哈的哈哈哈的那个哈，还有什么，身体的那个身，就是第一调嘛，身，然后第一他注音的第一调不是什么都没记嘛，就是没有什么符号，台语的第一调也是没有符号的，就是高频就是没有符号，所以如果你要记塞的话，狮子的狮，你要记塞的话，你就是直接记 SAI， 就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它就是低调，它就是高频。接下来最容易搞混的，不是洗的又穿，是昨天直播前洗过澡了，所以这件衣服是昨天晚上才换的，好吗？是昨天晚上换了这件衣服。等我一下哦。好，没错，是这个概念，是这个概念的。现在宣扬的枫叶，第二调跟第三调呢，是我最容易搞混的。我时常，但现在不会了。当初要想很久的，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理解上，我们注音的理解上不是，比如说是，不是这样吗？就是二声嘛，是，不是应该这样子吗？但是哎，不是，台语的这个从上面到下面这个的符号讲什么？谢谢阿 K 来看好你哦。这个我从上往下这个是，台语怎么标呢？它也是标反方向的，台语是标这样的啊，这样的。我们平常不是从高往上，我们不是应该标这样吗？但是我们改标这样啊，是反边的，为什么呢？因为符号不够啊，符号不够啊，赶快创个符号。但是呢，大家又有一个更好理解的东西了，就是第三调是把就是 D 的话，然后它是像二声的这样标，它是标。那大家怎么记呢？大家要记二三，大家二三很容易搞混。大家怎么记？大家记个八字形，八。大家记个八，就是这样子，二三就是八，所以呢，二声就是这样，三声就是这样，大家这样就很容易记起来了，有没有？就是大家，二是撇左边还是撇右边？你就记个八，你就说哦，是撇这边。那三声是撇哪边？记个八，撇另外一边。哦，直接记起来嘞，有没有？轻轻松松记起来。就是后，从高往低就是八的左边，然后把就是八的右边。哦，轻轻松松直接知道，哎，原来第二调跟第三调就是一个八的概念。记个八，可以哦，可以哦，哎，直接记起来，好厉害，真的厉害！谢谢高级MISO的幸运四叶草。上班加油啊，各位！上班加油，我也在上班，大家一起，大家一起上班。接下来我们要教笔，大家会发现，哎，为什么笔跟第一调一样，什么都没记？啊，那为什么这样不是第一调？大家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吗？第四调它的结尾一定是 P T K H， 一定是入声词。所以呢，你只要，哎呦，我在画什么？做什么？好，你只要有 P T K H， 你不是第八调。你不是第四调就是第八调，你只要一看到结尾是 P T K H， 你就哦完蛋了，也不是完蛋，也没有什么完不完蛋，就是很正常。哇，是第四调，对 P T K H 就是第四调，然后他们的音是在低频的，塞后把笔的这个笔，你有看到吗？是笔在低的。这个一点，它只有一点就代表它是，蛮急促的一个音，就是它，我只有点一点，塞后把笔，就是下面的音，所以你们只要看到 P T A K H 就，哎呦，第四调不错哦，谢谢高级蜜手花之精髓跟辣芙跟帕特的掌声鼓励，感谢你，哎呦。突然想到我在 Long Life 好像很久没发文了，好像很久没发文了，在 Long Life， 大家就是要解任务就一直只能一直重复留言。桌上有一袋摩尔吉，里面三颗一人一颗，谢谢张法法，对。书写时最后面一定会有 PTKH， 你只要发现是 PTKH 结尾，可以第四声或第八声。那我们现在讲一下第八声怎么分辨。第四声跟第八声的话，就是第四声是什么都没有，然后第八声多了一个这个，哎呦哎呦哎呦，画到啊！第八声多了这个一点。
在上面。大家怎么记？就是，其实也是蛮好，蛮好的一个想法，就是第八调其实跟我们的轻声蛮像的。大家会不会？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们一定没想过，因为我也没想过，为什么会讲四声？为什么讲四声？那轻声是什么？轻声为什么不算四声？为什么不是五声？对不对？如果是妈妈妈妈，为什么是四声？那妈呢？妈妈的妈呢？没人权啊，直接没人权欸，为什么不在第五声里面？是因为那个轻声，其实每个人的轻声都不太一样，所以你不太能够界定说，那这个轻声到底是在高还是低还是中，因为每个人轻声不一样，所以就是每个人的音调，所以他就没有算在那个四声里面。轻声不好，是不太好。谢谢你的补充，谢谢你的补充。没错，所以为什么轻声它不算在四声里面呢？大家直接没想过啊，就是因为轻声每个人的音高都不一样，所以呢，就它没有算在四声里面。然后像是这个 lock 也是一样的，就是第八调其实跟我们的轻声很像，每个人的音高都不太一样，但都还算是高音频的。没错，那我们讲一下也是很好分辨的第五调。第五调其实我觉得第二调跟第五调是最好听出的，因为第二调就是厚，然后第五调是高，就是一个是往下，一个是往上，我觉得是最好听出的两个音调。高的话就是你只要听到这个音往上咯，从下往上，你就知道第五调。那第五调的标示方法是什么呢？第五调标示方法是一个小山，一座山在这里，看到吗？一个山，它就是第五调。一个山，一山一山亮晶晶，没错，它就是一座山的感觉。第五调。那第七调呢？第七调也是平的，跟第一调一样是平的，只是第七调比第一调还要低，像是塞。然后第七是啾塞啾，但是都平平的，怎么这样？都很平塞啾，就是只是音高不同而已，但是都平的，所以你只要一听到平的，怎么是平的，你就知道了，不是第一调就是第七调。然后就开始讲，你就开始想，是高的还是低的？高的话就是塞，就是低调。啾就是第七调，那比较低的话，其实蛮直观的，这个标识符号就是平的，就是你就在上面注一个平平的符号，就是第七调。第一调就什么都不用注，第七调就注一个平平的，很棒啊。第六调就先不要理它，放生它，把它放走。那我们就讲完了我们的八声调，塞后把比高高穿落，这样子。塞后把比高高穿落，大家有记起来了吗？我们的八声调，边缘人家没错，太边缘，因为它就是只有几个腔调才会用到第六调，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了，第六调已经要灭绝了，它是已经快要灭亡的第六调。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大家应该也听不出来第六调跟第二调有什么差别，就是没关系，我也听不出来。所以第六调其实已经要灭绝了，所以大家可以先不用理它。塞后把比高高穿落，背下真好记。塞嘴丘碰塞塞，为什么会听不出来？因为其实你如果不是在使用那个语言的人，你就会听不出来有什么差别。比如说，
比如说，比如说你没有在用卷舌音的话，你就不会卷舌音。就是如果你没有在惯用那个语言的话，你就会听不，听不到。哎呦，隔壁闹钟响了，该起床了。你就会听不到，为什么会不一样？就像我，所以你要一直活在那个腔调当中，你才会很小的听出来，就是你会听出来，但是就很小。但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没有习惯在讲那种腔调的话，我们就会听不出来。你觉得差异蛮明显？你说爸哎后跟告吗？真的假的？后跟告，你听得出来第六调？那我们来查一下台语的第六调怎么讲。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就是是其他人讲解的，搞不好其他人讲解就是比我清楚。今天的题目是，做人要先睡哦，不是先睡呢。哎呦，台语的七声八调。对，为什么是七声八调？就是因为只有七个声而已，七声八调，就是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哦。我们后面放什么？就是反光蛮严重的。爱心坤哦，哎呦，还有喇叭声。这是一个五分钟的影片。根据语言学的统计，人类所用的语言上粗浅，会使分作两种。两种。一种是声调语言，另外一种是非声调语言。好棒哦！我就放着，我就先休息了。就是这个语言的历史，袂因为声调无同，就产生无同的意义。非声调语言的声调也无同。一家是有无同的语气，尔尔，像英语、德语、法语等等的欧美语言，差不多拢是这种状况。接落来讲，咱台语甲华语所属的声调语言。我很认真在教诶。就是这个语言会使用同声母、同韵母，但是无同声调的字词，表达出无同的意义。比如讲，台语的高、高、高。高高，每一字的声母甲韵母拢相像，不过因为无同声调，对，英文就没有，英文就不是声调语言。对，可能会造成真大的误会。举一个，志明啊，甲春娇因老爸头一摆见面，本来要甲讲，阿爸，请你放心，我对春娇订两字尔，辛苦。结果煞讲做，我对春娇订两字尔。辛苦，阿娘喂，险啊，卡着互讲转去。总讲一句，要讲好声调语言，声调的变化就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哦。今仔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台语的七声八调。像英文就没有这个困扰，英文就是你不管讲怎样，就是因为只有一个音，所以你就听得懂。华语的四个声调。那以高这里来讲，分别是高、高、高、高。啊，那咱台语嘞，台语的声调上基本就七个，那佫加上海口音变调，海口音哦，或者是合音的变化，实在是比华语佫较复杂足济。咱今仔日先简单介绍就好。以台湾，天哪，玩家现在正在休息耶，就是我家在旁边休息。是高长音，佮华语头一声相像。念作高，跋落水高的高，水高的高是高降音，甲华语的第四声相像。就是八的那个左边那个音。高咧背有够差的高。第三调是低降音，甲华语的第三声相像。念作高，安怎食拢食无够的高。第四调是低低音，低音爱念较低，甲日语内底的促音同款道理。念作高，
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个 H？ PTKH 说。这花语第二声小声，念作狗，狗唔只安尼狗。第六条定出现伫海口腔，咱暂时跳过。跳过，你看伊嘛跳过。伊嘛跳过啊。花语内底无的，所以若定会晓讲花语的人，可能就较记袂起来。念作狗，找遐狗拢无想要看的狗。比低调还要低一点。低音爱念较低，咱换一个韵母来读看卖。剧，要来去邮局的剧。不过这个调在台湾南北有真济无同的腔口变化。中北部的朋友一般拢会念较低，所以伫中北部会较常听到邮局，较袂听到邮局。就是第八调每个人不一样。扣掉专门用的海口音的第六调。你看他扣掉，你看他变变调了，他变调低就掉了。高高高高高高，小可复杂，爱会记你加念几摆，才记会起来哦。知无？以上就是有关台语的七声八。他也变人到第六调啊？有人有没有变人到第六调吗？导引数加固定收。请问有人没有边缘第六调吗？我要吃排骨饭。是不是大家都？是不是大家都边缘第六调啊？好像是哦。你看我没有看到一个有在教第六调的啊，大家都直接跳过啊。好，那我也要跳过，谢谢大家。我也要跳过咯。宜兰腔，宜兰腔没有第六调吧？宜兰腔没有第六调，像宜兰腔不是声调不一样，它的声调也可以用我们现在所教的声调去记，它只是讲的跟我们什么我们没有讲的跟其他的声调不一样而已，这宜兰腔还是可以记得，像加摩啊加梅，就是也都是声调，都是第五调，往上升就第五调，加摩啊加梅，只是跟我们讲的音不一样，但是声调还是一样的。往上飘的话就是第五调，可以的，口语的还可以记。还可以记音，台罗就是让你记音的一个拼音方式而已。拼音方式，天哪，好想赶快回去宿舍吃麻吉。我等一下回宿舍吃麻吉，太棒了，谢谢张发发。谢谢张发发，而且我好晚才上课哦，还要等好久。没错，再复习一下我们的。八声调，我们今天就教八声调就够了，教八声调大家就快不行了。赛后芭比高高唱落，赛后芭比高高唱落，赛后芭比高高唱落，赛不用住后，八的左边，八的右边 ，B 就是 PTKH 结尾，然后也不用住，高就是一个山。高啊，不用理他。唱的话就是记一个平平的音 ，lock lock 就是上面点一点。天哪，居然有人觉得我的台语课蛮有趣，好欣慰哦，好欣慰哦，怎么那么欣慰啊？第一次有人这样讲，第一次有人这样，对，七声八调，还有八个音调，但只有七个声音而已。赛后芭比高高唱落，有人会觉得说，台语有八个声调，然后又有那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就说他觉得台语特别美，或者什么中文特别美，没有，就是每个语言都有不同的，每个语言都只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就是。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它就是一个语言而已，就是每个语言都有美的地方跟比较俗一点的地方，所以呢
就是语言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谢谢 Julian 的掌声鼓励。进阶到教台语，我刚才已经教了，啦啦啦啦啦，还是大家想再听一次？啦啦啦啦啦，塞，嘴就碰，塞塞，吼，我搞不，我觉得隔壁已经觉得我发疯了。谢谢泡芙大叔的掌声鼓励。有教学生老师才认真教，对呀，大家也留一下。哎，我觉得台语课蛮有趣的，这样好不好？好，好哥不爱公公，神奇的台语，对，大家想不想再听一次？那我们再听一次，我现在就是要强力洗脑大家。好，好哥不爱公公。鬼辛苦鸟臂把，大家知道鸟臂把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很多花纹，把是吧？鸟臂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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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给哪个家搞？熊爱爬爬照，用皮啊勒背竹，背竹就抓羊嘛。招标破纪录，招标就是赛跑，招标破纪录，破纪录，招标破纪录。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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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爸比，英英无代志。狗狗像鹿，就来练台语。无无 A B C， 拢是慢车时。慢车时就是等一下嘛。早点来车本道。狗狗像鹿，好趣味。一个垃圾白白啥真好记。点着爱发声哦。好。爸比狗狗像鹿，西哦咚咚咚咚咚咚咚哦，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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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啊？它是 T O N G， 然后咚是 T O K， 它会为什么咚咚咚咚？就是因为第四调跟第八调的结尾一定要 P T K H。所以他就会换音，滚滚滚滚滚滚。但是台语八声调歌谣，有些动物超危险，总还好一句吧，直接吃掉，直接把它吃掉。欸，有个29分钟的台语声调教学，好想直接放那个，我就直接下课，直接下课喽。背下我会给大家记起来我们的八声调了吗？我们今天的声调课就上到这里喽，我们就开始来不知道要干嘛喽，我开始来闲聊喽。赛后吧，大家开始冒出来了，就是哎，上完了，大家就开始冒出来了，这样子。字放前面，你说变调吗？应该还行，慢慢掌握。代课老师是谁？上完就行了，对啊，大家上完就突然冒出来。谢谢Julian的掌声鼓励。放个影片让大家看，大家想看什么影片？大家想看什么影片？还是要放那个放下我抛 EP15 评价时尚穿搭 fit 陈诗雅刘晓晴林雨欣，大家想看吗？放下我抛。赛后芭比，明明无代志。哎，我们是什么时候要出？是这礼拜吗？这礼拜要出那个是不是？捷运什么时候出？这礼拜吗？还是下礼拜？这礼拜吧。
是吗？冒出来想是想补点名，好，看来大家都在呢。随便的四小时版本，帮他充点阅率吗？王一家随便啊，这样子，王一家。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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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塞，嘴就碰塞塞。哦，哎，我找不到四小时版的，四小时在哪里？洗手歌一小时是怎样啦？我不知道有剪洗手歌一小时哎、欸。请问有人看完吗？加一一加，是吗？哦，这周这周，出外景摆出的姿势怎么想的？就是我已经想不出要摆，哎，他们就讲加一的 pose 啊，他讲加一 pose 到底是什么 pose？ 就火鸡啊，这样只能比火鸡了。放了，把它剪去限动，老师的同学看到吗？什么意思？来说说泼水歌好了，来说说泼水歌好了。哎，说到泼水歌，其实，哎，但是我要先登入我的那个，我要登入我的，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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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要先登入我的 Google， 因为我 Google 的密码，哎，我的账号是什么？哦，想到了。密码密码，啦啦啦啦啦，塞，卡电话卡电话啊，嘴手碰塞塞，好好个不爱讲讲，爸，龟辛苦鸟必爸。好好听哦，什么好好听哦？上传哎，怎么看私人影片？私人影片在哪里看呢？管理影片是吗？哎有哎有哎有哎，这个吗？还是要怎么看？这样？哎，我要剪了一个影片，等一下，但是我要先自己看。我先自己看能不能，哦，酷哦，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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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什么东西？全荧幕，要有全荧幕，等我一下，我先自己检查一下。等一下哦，有点久哦，可以哦，还用那个 Power Director 做的哦，然后还没有去掉浮水印，可以哦，可以哦，这个尴尬的笑容，可以哦，还有尴尬的人群。哎、欸，我也是很有心哎、欸，我也是很有心哎、欸。等一下，好尴尬，怎么那么尴尬、啊？好好好，给大家看，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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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看。来喽！哎、欸，我也是很有心哎、欸，不会太多地方了吧？可以吧？
欸，我很有心欸，天哪，好小啊。你看，尴尬，尴尬，跟你们讲，尴尬死了，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跟他一起跳，真的很尴尬。呵呵，现在想起来都尴尬症发作，真的是怎样？是这样，而且那时候就很无声，说可以跟你一起跳噜啦啦，然后他说哦好啊，然后就对，好尴尬，好尴尬哦。要不要再看一次？再看一下大家，不然你强迫大家看第二次。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博物馆。哇，尴尬哦，好尴尬，尴尬尴尬。羡慕家里好野人可以到处去玩，没有，你不懂的，就是要先苦拉苏洗钱是120元，你就可以把钱存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去欧洲玩了。我们存钱要随时做起，好吗？你要随时存钱，我们不能那么挥霍，对，所以我们要就是节省一点，就是看你们要随时观察，跟你们讲怎么去欧洲玩，就是你们要随时观察有谁不要的东西，然后马上说，哎，你还要吗？不要好，那我拿咯，这样子。你们要随时观察别人不要的，你就可以成为有钱人。虽然我没有很有钱啊，残胶啊，加一残胶啊。大家好，我是嘉义残雕啊，先不要哎。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可以有浩哥一起尬，真的尴尬，太尴尬了。噜啦噜啦嘞。总说要再去看印度洋呢，很久以后吧。什么时候要去天涯海角呢？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不要的来回欧洲去，有可能，哎，也不是没有可能。可能现在疫情期间，就是可能有人订了票，但是不敢出去玩。哦，但是你也不要出去玩，对，就这个时候还是先不要，对。其实你这张钱还要吗？真是的。好像打喷嚏哦。现在看 reset 就对了。reset 潇洒欢哈，我 reset 影片，但不能给你们看，给你们看我直接出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还有什么影片？这个但是全一幕，给我全一幕。帮助老太太，只有她在兴趣舞动店面，她觉得很感动，然后跟你说谢谢，然后再给你舞动店面，太厉害了吧，这个老太太，太厉害了吧，老太太，就没有就说谢谢吗？先不要哎，但是无字幕版，大家要看无字幕版吗？好像不需要，对不对？不管，就是逼你们看无字幕版，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摇铃是小迪的吧？哎，是吗？大家看到后面有 Billfold 的旗子跟一堆书。给大家看无字幕版本，就我也不知道什么给大家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啦。没了 ，Wash your hand challenge。うちで歌ろう。魂に宿ろうすべてをだろうへ。レレレレルラララルラララ。我看有几个人观看，11次哎，天哪，都是我自己吧？我看了11次哎，我居然只看11次，我真是很不支持自己哎。怎么讲？ルラララルラルラルラ嘞，不要在意，为什么要在意？为什么要在意它？它就是一卷普通的卫生纸这样子，餐巾纸，普通餐巾纸，不需要在意的。有三角铁什么？没有三角铁啊，这重点，没有三角铁。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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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嘿。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你什么话也不用对我说。没公开的，我没有要给大家公开的意思，公开直接出镜吧，经营 YouTube 频道。漏电，漏电，漏电是什么？漏电是一个 YouTuber 是吗？影片哪里看？不能看影片，你们只能在这个第一次公开浪 life 第一次公开影片。你什么话也不必对我说。我们今天早起要干嘛？不就是要再冲一下马吉斯卡的点阅？大家点了吗？今天 AKB48 Team TP 今天一样继续来看马吉斯卡 Rock and Roll。看30000了，昨天看还在20000，今天30000了，刚30000，天哪，我看到30000的瞬，见证到30000欸，30085，大家快马吉斯卡一波。影片来看 AKB48 硬要 AKB48 Team TP 的官方又可以看到马吉斯卡 Rock and Roll 的 MV。看一波，愿那面碰壁不了问题，我一直自己一击轻敌，有什么处处都无法压抑。拼图点阅有什么强势？没有，但就是想点阅高一点嘛，谁不想？是也没有什么强力。马吉斯卡 Rock and Roll， 没有关系还拖缺的说说，到现在还想装很笨手，说什么拜托？有可能比较容易下线，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我都不知道哎、欸。但是点越高就是好事啊，有点越率就有热度，对吧？总之点越高是好事，请大家冲一波。我真好喜欢那个、哦、青春漫画感，好喜欢哦，喜欢这个导演的呈现方式，剪得很棒哎，导演是剪辑耶，好棒哦。我觉得导演是剪辑很棒哎、欸，就是可以
就是剪出他自己想要的样子。Magic Car Camera。缘起缘动，情深深把拜托。最顶峰，最顶峰。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再一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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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喜欢他们。哎，我站到暂停吗？哎，怎么退出了？我很喜欢他们那个他们妈妈妈祭司卡，然后跳起来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跟他们一起练的时候，他们就在练这一段，就练跳起来这一段，然后我就帮他们拍，然后啊，好有 feel 这样。妈妈妈妈 ，This character 很帅耶！就跳起来的时候，妈妈妈妈 ，This character， 刮下海口全都说说。比较习惯天龙国，都两三年了，还能不习惯吗？已经三年了。倒是我们身旁同学很多人，嘉义的。就是嘉义高中同学，然后到台北，就现在开始蛮多不习惯，就是可能跟台北就是北部人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之类的，反正就是碰到蛮多交友困难，然后就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没有这种困扰，可能就是已经两年了，对啊，这是我上台北第三年了，可能我中间就一直在上台北，所以就好像也没有什么不适应的，该不适应的都已经不适应完了。可以哦。妈妈妈妈去思考 rock and roll， 别用夸下海口却都说说。情深深吧，拜托。一贯的执着。请问 Miso 是不是在挂听？Miso 要交奖励吗？我帮 Miso 想好奖励了、欸。Miso 奖励就是要寄那个影片给我，他还没有寄影片给我。催影片。情深深八百比较阴险嘛，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住宿舍的关系，因为就是我跟 TB 的团员已经相处两三年了，所以宿舍就还好，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适应的东西，就大家都蛮和乐融融的。但是那有什么，就是他们都住宿舍，宿舍就是一个吵架的开始、欸、大家知道吗？住宿就是吵架的开始，大家就会开始生活习惯不一样，什么几点睡，然后几点还在宿舍里面打电话，什么还在吹头发洗澡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这是勒索吧，但是他不在啊，他不在，四个人就五个小时，也太多太多。上吧，给他加油，干巴的呢，干巴的呢。Miso 是不是在上班？他逃走了，他就如此逃走了。大家有空也要帮跟我点指导冲个点阅率，然后疯狂留言。大家快点帮那个动物园站疯狂留言，快点，我们的那个点阅率每下愈况，每下愈况，大家快点帮我们冲一下点阅，我们不能输，我们在跟偶包比赛，没有，其实也是没有，我们不能输，我们现在每况愈下，不行，这样下去不行，请大家多多冲一下我们的点阅率，还有留言。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出越来越精美的下一集。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精美，但我们有感觉吧，就是从动物园开始有没有越来越精美的感觉？
谢贝的蜡符跟帕特的蜡符。高崎咪虫啦，高崎咪虫你要交作业。你的作业就是寄影片，寄影片给我。一贯的执着，不要输。对呀、啊，不能输哎、欸！我们就是一个竞争对手，官方竞争对手，其实也没有啦。有片头很强，是不是？构建云之塔，现在就出发。可以吧，越来越高级了，质感整个起来了，没有问题的，请大家多多冲一下。动物园，你要在动物面前烤肉吗？也是先不要啦，是先不要欸，在动物面前烤肉。一关的这，我们现在念一下排名，念排名听一下物吼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疯狂帮他冲一下点阅。嘿，你们鼓励这样，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太早又太晚去，就是我们在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去，我们在下午去，然后就是市场，我们原本要去市场吃，就是一些很古早的东西，但什么都卖完了，市场都全部卖完，然后夜市又还没开，然后就是在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就没有办法。第一名是高级蜜手口加绿洲，谢谢高级蜜手口加绿洲。第二名是开心西雅推教徒口加瑞州，写开心西雅推教徒口加瑞州。第三名是给 mini 口加瑞州，写给 mini 口加瑞州。第四名是腹围浅间口加瑞州，写腹围浅间口加瑞州。第五名是用户名不认识空白口加瑞州，写用户名不认识空白口加瑞州。第六名是被无名神推口加瑞州，写被无名神推口加瑞州。第七名是 TTP 好多组织 Julian 口加对走，写 TTP 好多组织 Julian 口加对走。第八名是 Pat 口加对走，写 Pat 口加对走。第九名是玄阳口加对走，写玄阳口加对走。第十名是超哥口加对走，写超哥口加对走。第十一名是夜空 Sky 口加对走，写夜空 Sky 口加对走。第十名是 Akira 口加对走，写 Akira 口加对走。第十三名是刘建谷口加瑞州，谢刘建谷口加瑞州。第十四名是老沙 Soli 口加瑞州，谢老沙 Soli 口加瑞州。第十五名是 WZI 口加瑞州，谢 WZI 口加瑞州，谢谢。大家明年一月 reset 看一波啊。我们那时候在想说，如果跳双手吧，没有，因为这首是公演曲，公演曲就不会有双手吧，就像大家应该也没有看过勇往直前的双手版，是这样，是像行天勇往直前，也是蛮酷的。至少他吃了一个燕麦棒，等下直接吃午餐好了。大家另一首都是麦啊，因为是公演曲。但是我们抖音是两人版，哎、欸，双手版，抖音是双手的。好像也是可以哦。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睡哦，大家睡哦。午后，午后，午后。大的空气微微颤抖，看一下 Only Today。你现在是帮我们的那个各大 MV 刷点阅率，多少了？个十百十七万了，十七万了，大家。皮肤缺水啊。他是跟人家当星星吗？不会吧，不会吧，我有藕包耶、欸、不要这样，我有藕包，我不能当一只完美的星星，我有藕包。原本想说好久没跳 Only Today， 然后想说没有啊，运动会才跳，运动会才跳 Only Today。我有藕包啊，没有，我不能像周佳玉那样，好不好？就是我的心还是有一个坎。周佳玉太强了，她是一只完美的星星。请原谅我的不成熟。有吧，会把火鸡破的拍照，但是脸还是好看的，好不好？脸是时尚的脸哎、欸，就是动作比较怪而已，但是脸蛮时尚的。哪里走心？又哪里走心了？生日快乐！哇，蛋糕。你好看，无法辩驳上。哦哦，很会说话，哦，很会说话，看小姨笑很开心呗。就是姐姐我在旁边侧拍，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侧拍，就是小姨在旁边，有一个很关怀的笑容看着我，他就关怀的笑容，超好笑。关怀笑，看日落人和我和你，三十分了，大家。我们下次见，是下礼拜一，下礼拜一的晚上，但是这礼拜四会有购节日指导，新的一集，大家请期待一下，新的一集，需要期待。打不出来，等一下，有点想打，又有点打不出来，好，没了，没了，大家晚安了，午安，午安，大家。发福大叔肌肉饭午安，菜刀分手肌肉饭午安，洋葱肌肉饭午安 ，F 肌肉饭午安。哎呦，好想打喷嚏哦。See you next time。下雨，下雨天，现在下雨。啊，
君莲鸡肉饭午安，九蛋鸡肉饭午安，乔一鸡肉饭午安，阿哲鸡肉饭午安，路人笑笑鸡肉饭午安，杨雄鸡肉饭午安，老沙鸡肉饭午安，泡芙大叔鸡肉饭午安，风风鸡肉饭午安 ，F 鸡肉饭午安。啊，居然在下雨啊！下雨停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居然没带伞呢、啊。糟糕，太糟糕了！呛我姐的伞回去。好，大家午安，5、4、3、2、1，拜拜。